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yle， 欢迎来到游戏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抽这一抽人品大爆发。我会把这个网站留在这部影片的底下。那大家只要在2月19号之前登录满7天以上，就可以来这个网站中，就可以有抽一抽的机会。那这次卡池十分豪华哦，有各式各样的黑金，然后也有各种大奖。啊，甚至还有百搭卡，你可以自己选自己想要的卡片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运气到底怎么样吧，而且还有什么人品大爆发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就直接抽起来了。好，这边就按下抽奖，看一下我今天的命运。哦，它可以三选一耶，还不错哎。哇，它是三张让你选呢。确定？问号？不确定？它没有一个重抽吗？好啦，如果说这三张的话，我都有了。我个人就选这个新的好了，新的这个大奖好了，反正都有了嘛，哈，确定正确无误，按 OK， 然后我就会得到它了吗？按确定就对了，按确定，按提交，好，有了，然后我的人品大爆发是哦五颗，然后参加奖又五颗，好赚哦，所以我总共是十颗魔法石跟这个。抽到这个全新的大奖，暗兽队的大奖，你们抽到什么也都欢迎在这部影片底下可以跟我们分享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好康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抽哦。好，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好康的话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钮，全场铃铛，下次有新的情报决定，这都是你。那我是 Uncle，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